对，你还可以再摆内角一点，中间都已经拐出去，你是可以看到那个门有多大。对，反正要利用他这样的一个特性，这个球被投手自己接到，再传一垒。哇，这个球史孝龙救了自己。哇，林志祥这个球也打得相当的结实，但是一把被史孝龙呢给接杀之后呢，再传往一垒。像这个球了哦，也正好下沉到一个外角稍微偏低的时候，所以打者必须要勉强的出棒，所以才形成的打到正投手正中央。所以他原本投的位置，从刚才这个慢动作也蛮明显的，确实就是反正是投，甚至于中间偏。